由着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出来规划台南好食小旅行五条路线，按七月份到九月，邀请到韩国 YouTuber 金多多、米其林餐厅的主厨林奇峰，接受小朋友欢迎的 YouTube 奶奶，要旅行作家黄玉清，含着美食部落客陈义志来担任的带路的达人，带着游客做伙来食遍台南的各式美食，赏遍台南的各大景点。六月九号在乌桥牌恩情博物馆的召开记者会。其实这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也希望这一些 A B C D E 这五条路线的这个游程的一个安排，也可以成为我们疫后振兴台南市政府协助提供给我们的全国，包含我们台南的旅行业者的一个在操作这个特色团游的时候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重点哦。今天的五条行程呢，是我们振兴的第一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路线示范路线的一个带领哦，让大家认识到台南也可以这样吃这样玩。大家都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哈，那在疫后的健康游或是防疫健康游方面，其实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台南人就是好客，台南人就是热情，台南就是有很多好山好水以及美食等着大家。欢迎大家在以后能够做一个美食健康小旅行，我们将安排许许多多的每一站都有不同的美食、不同的主题等着大家，每一条路线都会让你惊艳惊喜。因此呢，我想欢迎大家，刚刚之前我们讲过有这个复原者联盟，现在不管你是复原者还是你是健康完全没有染过疫的，都可以欢迎你来台南参加美食小旅行防疫健康游。郭正辉来表示讲，五团路线每一团拢是限制34人，第一梯次伫咧七月二号出团，六月九号开始报名，想要参加的人卡手爱紧哦。好食小吃旅行团，我们开始 go 耶、yeah! ！